睇呢個真係好有型啊！電喎呢個，整個控制中心，呢個所有香港嘅所有線路都係就係啊！我哋咪直當直主任啊！今日就歡迎曬大家，歡迎曬大家嚟到呢度港鐵車務控制中心呢一度。是全香港九條鐵路同埋84個車站嘅心臟地帶，全天候24小時運作監控同埋咧監察所有嘅列車運。